啊白白，红红的小嘴，目睭啊会讲话。西门啊暗将，西门啊暗将，苦比天顶的月。甜甜的笑容实在真古锥，害我饮拢西。我来问一声小姐，你到底爱的是多一个？我生做英俊孤漂泊，世间无底找。哎，西门啊暗将，这首歌曲呢，用这个歌名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非常的恰当。很高兴为您邀请到这位歌仔戏的小生，女装打扮和您见面的李如林小姐。繁华的夜都市，灯光闪闪烁，迷人的音乐又搁响起，因为想着你，爱情的恰恰。很久没有这个在综艺节目出现，以这个女儿身的姿态，哎呀，只能够夸你做修行啊，那非常的潇洒，动作干脆利落，穿起女装都在跳起来恰恰，哎呀，辛苦我那往那讲弄弄手。一般人拢当作讲这修仙吼，敢那是台下查甫，台顶的查某啊，台顶的查甫啊。其实我李如林是十全十美，非常十足的女人。谢谢谢谢，我们很久没有同台演出了。是啊，今天在刮摇时间。对闽南语歌你往那真内行，是啊，真欢喜恁这个大节目吼，哦，我呢恨不得赶快早一点来报道啊！哎呀，来看我老朋友嘛，真欢喜呢，嘿，哎，龙兄虎弟是两个，怎么剩下一个呢？啊，都主将一拜，陈英杰来个节目中，佮吐槽呢，我佮糟蹋佮无一点，伤到伊个自尊心嘛呢。最近他又到了更年期，心态啊不太平衡啊，想都佮他搞代讲，那无迄个少年的水啊。无讲对伊啥个安尼吼，头壳要呛烟，你看嘞，你看嘞特别来宾，那无这款嘞，伊都无要出来。可是这样不对啊！我今天来是特别来宾呢，那你们两个要访问他，我好访问我才对。啊，我起码台顶做查甫人爱我，啊，起码佫叫我佫爱别人，这样足勉强的。啊，伊若问无卖问，今仔准煞，我也袂落。落这艰苦呢，卖。你小姐，你小姐，你唔通生气。我第一摆来就闹开，就改一个。虽然伊有较高怪淡薄，伊嘛是叫伤着只安尼。你就算日行一善，对不？对呀，那伊那爱什么贵客，你小可安尼配合伊啊，真为难。好啦好啦，是讲老朋友吼，足久拢无安尼到底演出，好，你一摆面子啦。啊，当时开始的啊。只不过要是出我一趴去啊，你已经开始的啊。是啊是啊。哦，嗨，跟咱的女主角是，都是咱这边。无可能，我为你后边行过。这拍电视一定是我为你头前看。这是特别来宾。嗨，飞哥，这是李如林，哎，过时啦。假笑人诶，看到我特别来宾一声啊，我过时，在下嘛过时啦。哎，来啊，伊这个过时嘛唔对啊。我就是看到咱阿公伊是演歌戏，伊身段拢是真出名，所以我讲过时我卡呢。伊那也无安尼先，对不对？嘛是爱避邪才会使。我穿裙来，袂当靠开啊，开歹看。我就是一定爱看到你的大腿。我阿爸在穿只开机啊，走个大步。哦，伊也要过时。是，你这点你别删了，人家我们是主人呐，对不对？啊，别再跟看到人演小生，你得刚刚呢。因为伊啊，凭良心讲，我那边看到伊啊，不是演公主，哎，就是一个母星。
有无？哦，这个原因啊。对啊，对啊，伊到底是查甫啊，查甫，今仔日一定要好好鉴定一下才会使。哎，对不对？安怎鉴定？因为这个小心演故了哦，真正会反出了男性的个性。哦，甲伊演戏，我绝对无可能卡着油安尼。不要紧，你烦恼这点嘛，这样就好了。我今天我来做主导哈，那这个歌谣时间，这个剧都交给我来办，我来编，我来编啊。哦，你来处理，我来处理，你较了解我的开口，对不对？本来，譬如讲个收作一作客查某囝，后来呢，说变红啊，这款剧情，咱来改编了，但是我做不到，我来编了，哦，安尼啦。女主角当然不用讲，都、就是咱里面是做主角一定嘛，水干嘞对吧？男主角、啊、就让你来演。哎，当然是我，我那有可能去演一趴裸丁了，对不对？我都有玩个做你的弟弟。安尼好啊。家庭伦理悲喜剧、欸。是安尼，但是安尼啦，我来偏看咩？这个哥哥呢，已经卧病在床多年。哈？床戏？哎，床戏哈。什么演完为恰了，今仔日这导演呢是把这个剧情呢，也是讲偏了曲折离奇，香艳刺激，咱两个人要演床戏，唔知姑娘意思安怎？哈？叫我第一摆演床戏？这家庭伦理懂你妈要蒙成诶，这什么表情？够时的。我只摆用。平当啊啊！人通告无甲我讲演床戏啊，讲要唱歌谣呢，还佮我告示。你较好心，拄则来讲日行一善啊，好人都做到底对无？你可能印象无啥会清楚。啊、我较早拍一出电影，合作甚物甲小冰冰拍。我男主角导演蔡阳明，严凤娇，我甲他拍吻戏。哎呦，这个真正有影，我无讲人去叫是，我叫我唔捌做过小生。哎呀，是讲起码是演老旦无唔对了。安尼啊，哎呦，大家卖遐拍残像啊，对吧？做那大演啊啦。真的要演床戏呀、啊？那的家庭当然毛蒙成啊，对吧？啊，摄影机你要一定要演到遐明显啊。所以我拄则来交代，今日讲你也吃亏，卧病多年的先生。下面甲谁应该？好，我拄则无听到床戏，我是演哎，你破病吃苦的先生。过时了，是，哎，人都好不容易说好的答应，心态好，对不对？都无带无钱，演演一个病人，人家好不容易答应，人家平常跟床搭上边都不演的，你要搞清楚。真是的，演不演的，平常跟生活跟床有没有关系呢？咱这讲坦白的，你嘛是爱困啊，对不对？现在看到眠床会惊呢，这都要甲好好问一下。哎呦，啊，人伫咧歌戏内面拢查某对查某嘛，啊，阮咧歌戏无咧做啥物床戏，啊，起码你真正查甫呢，叫人演床戏。所以讲，讲这个歌戏就应该爱进步啊，这个时代我们才会接得上。啊，那袂使像较早啊，一声雷响，拿一些水浇一丛花，那唰唰唰唰唰，表示啊，那生米煮成熟。就较早歌戏，较早拢安尼啊，演床戏。啊，娘家公主，两个人先看一下。看一下了哦，啊，开始倒落去，倒落去就无看到人。嘿，这镜头都拍到一枝玫瑰花，安尼断去啊嘞。哎呦，是安尼哦。哎呦，有啦，歌戏啊，玫瑰花。啊，无迄个，啊，鸡冠花。娘家啊，就入去迄个邦大利亚内面，邦大利亚砍的都无去啊。连烧蜡、烧金嘛拢无呢。然后在镜头再拍下来，地下摆了一双鞋子。对，安尼我这鞋是较好听嘛，因为我今仔日这款。你真的穿拖鞋？不是拖鞋，这是假流行的，这啊。安尼，哇，那变啊变啊，刚刚被大眼大眼啊了，都是你这款啦，你唔通安尼对无？啊，我是钓钓什么病呢？是钓钓迄个，是不是腰椎病？先倒落才讲啦。好，来来来，尿镜。我今麦大叔家己骗的，家己骗的。卧病在床，什么都不能动。要注意。阿玲，自从我破病了后，真正真罕咧甲你照顾，我感觉真歹势。你会当原谅我这个无路用的身体？袂啦，你是我的老公，咱都已经翁仔某，我袂甲你计较。人讲四十岁，参像一杯瓦莲，我敢那一杯菜糖。阿莲，
你敢会讲移情别恋？袂啦，不管怎讲，咱是头毛结婚人啊，无你莫讲你是安尼哦，半身不遂，就是你规身躯拢都袂振动啊，我嘛是同款爱你。原来我的毛病是这款，输蛋了。这叫真宅男片呢，宅男片了。我应该是小夸感冒呢，安尼哦，只话感冒无可能是卧病在床。这几年在破病安尼，嗯，安尼你就爱讲一个病。好啊，真正有法度卧病在床啊。就是讲，比如讲脚受伤啊，就下半身不能动啊。阿玲，都躺在床上啊。我干完上半身不能。是安怎都哎？你这剧情骗了我一点的幸福都没过时啦！啊，谢谢，谢谢，谢谢。不是你炸了，你若无炸了，我规人破哎，听我这哎。好了，无你甲改了，改讲哦，暂时看是身体比较不舒服哈，起码你在疗养。伸直骨不好，哎，伸直骨不好。哦，你一早有影？哦，恁这个大哥足歹哄胎呢，啊演一个戏，大家角色惊了，你也唔要惊几行。床戏，哎，床戏。这个床戏，你唔知影，导演到时是安怎会变化？是是，咱爱做好万全的准备。你破病了，那会使穿啊少衫啦。你那有看到一个人破病倒在眠床，含鞋啊拢穿，安尼就死去啊，对不对？哎呦呦呦！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米小培已经几啊年啊？听讲自从台视开播以来，就是这个米小培唔怕换过。啥？这一定是拍武侠片去吊胸吧？去回个老李家呢？啊，我教这边啊，教这边个。既然都看了。嫁一嫁就好，莫计较啦，做戏做戏嘛那我必须要在那边比较近了哦。啊，拢会使，拢会使。什么？什么站在那边？你也要礼拜啊？我对外口礼拜。不是啊。我一人到你家。啊，我伫边啊，甲你照顾，不是？哦，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吼，恁这大爷真搞怪呢。伤过调皮，太急性了。哎，就哎呀，得阁安怎？毛病遐多安尼。阿玲啊。我伫家啦。哎，我看见，老公，我伫家变怎？阿丽，嗯，不是讲我呢。哎，先生看袂敢那真欢喜，咱是演戏啊，你袂使真正来搞我卡伊咧，对不对？你还是送到这款型。人老公破病，我免甲演起，无你叫家己白起安尼啊。哎，是讲。这个床戏啊，这个少年人是演我什么人？我是恁亲小弟啊！你是边啊看？你有买票无你？啊！阿玲，我爱会使看无？会使。老公，哎，真歹势，伫我破病这段时间，嗯，哈恁小姐啊，嘛是逐工伫遮咧。哥哥，你唔通讲这个话，破病都唔是大家足欢喜的对嘛？就是狗不理三四种的对嘛？但是你伫遮忙。坦白讲，我伫眠床顶安尼倒两三年啊，林嫂啊，早都变心啦！啊，嫂啊，你敢？我哪有变心啦、啊，老公，你这误会呢、啊。我来知影，久病无孝子。既然前兆已经出来了，都开始想这个。就差，没事。不要紧，老师那前奏落，恁都要赶紧唱。这个都查未到，你是变来演这个物件？好啦，再一摆。哎呦！我对你真心对待，你对我再三误解，满腹的委屈谁人知？声声的无奈谁了解？
知，心爱的，你敢不知？你全部对我关怀，搁再三对我误解，有一日后悔。讲，我对你这好，你莫再三甲我误解。是哪有对我好？你唔通让伊骗去，根本就对我无好。啊！我咧破病，一唱歌讲唱两拍，害我表情啊，唔知要安怎做。你莫看咧，伊较早伊嫁我的时阵，我来腰烧，遮久会酸会抽会疼。哦，伊拢会甲我抓零。你来遮徛遮久，你当时看到伊甲我抓零，哎。对不起，对不起，忘记了。阿叔，你病太久，我袂记得。啊，哎呦，哦，你的手较有感情淡薄。嗯，唔，就抓脚，让你会舒服啊。要较有感情，都变作安尼安尼面啊。都是的，都唔是抓零嘛，吼。你是嘛是讲啥？我拢听无。我讲抓零爱出力啦，小看无自然。嗯。老公，安尼好不？啊。S-O-N-G 爽阿玲阿玲我安尼会使我想要来睏一下啊小姐啦拍水你才跟伊开讲好好是是是你你做你好啦你够好哈我给你加被哈按摩后白箱哈老公乖乖睏哈啊乖乖睏去啊这个按摩就将破病了吼疑心疑鬼啊你逐工都讲我无爱啊你都要加操烦给用这个爱心对待一样的，都唔知变作狗伊才好咧。安尼大家困起咱会使走啊。阿玲，哈，你来走。阿玲，我伫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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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伫遮来说。我伫遮，老公。你袂离开我？我袂啦。你对我无好。哈？哈，我对你无好。较早我打破病的时阵，伊不三不五时啊，拢会下令过吼。啊，就是啊，就是。即卖已经差不多几啦，当唔捌食着冷过啊！哦，你别讲多话，你唔通安尼就怨叹的，迄个声对无吼？说你都唔通袂记，爱食冷过对无？爱食啥？甲我讲就好，啊，我都袂记哩，你也对我歹性地，哈，老公。啊你！来，慢慢，慢慢嘛，安姐。阿玲，啊，别，不不不不不，喂，我是咧叫阿米啊，你来上班。我你气到唔知要哪做咧，我要困一下。老公，你困，我去洗一个头，连咪转来吼，好，我差不多半点钟就转来哈。阿玲，你袂使离职。哎呦，那咱困一下，够精神咧。你伫外口有？查甫朋友哈？啊，无啦，我哪有查甫朋友啦？无你伫厝诶，哪穿甲即款型？小姐来，你甲我讲一下。啊？你讲说我挂耳？那有一个人，伊诶翁伫咧破病，伊哪有可能穿甲遮水个地无啊咧？我感觉我已经地青无啊，我已经安尼说，直接慢慢解释，无啦，怀疑。啊，今仔都参某同事约有代志，我确定也要出去一下，毋则穿遮水。安尼算讲，是我对你误会款。你对我误会啦。是啊，你是我对不起你。是啊，你。哎，我一定要跟你说声对不起才会。哎，我也接受。是啦，你哪只来跟我讲？我偌乖的了。你唔听着？不要流泪，不要生气，是你会错意。我。绝不会变心意。你说我俩就那只是水的水句。看到你苦苦的后悔已来不及，只有规规矩矩想你陪个。再和你说声对不起。好啦好啦，老公。哦，虽然讲破病这么久哦，嘿，迄个歌那是好听，规个人精神拢压起来。哎，阿丽。哦，我是真倒霉。喂，我
我伫遮啦。你真正？你若要甲我误会，我都袂哭，你相信吼？啊，我拄则唱迄个歌，算讲解释了真清楚。是啦，是啦。算讲我一个人破病，伊的心情一定会乌白心。看你清茶这尼啊，水果很迷人。当然我的黑白心是啊，唔通个黑白呢，摇来摇去。没，没我是我对老公足忠心的。你看呗，啊，叫我安怎，我就甲你安怎哈，卖伤心。安尼我会使困一下。好啦好啦，是啊，你给我约回去。你困啦，我就正拄啊要写一个投诉，也未先跟董叔约。哎，阿玲阿玲，你要出去啊？你变心啦？啊，你刚才把打扮出去。两位搞我惊一下，是安怎今晚都直接外头都没走，家在小姐俩拢有看到着。哎，像较早安尼啊，煞你都勉为其难。老公，啊你都人咧破病呐，安尼神志遐清楚，当拢会记得是安怎？连出去检查一下，你也会记得？你唔知啊，子曰食色性也啊，虽然破病的人，唔是讲无爱情，你一定要搞我惊一下，才证明讲你无变心。安尼伊较放心啦，一定较正确哦。阿玲，啊，别，好啦好啦，老公，我甲你正确证明，讲我爱你吼，无变心。你卖看啦，你正面是吹毒，还遐冲啥？对啦，可以拍摄，好，我卖看。假比如你咧发烧啊？哦，差一点嘛，差一点嘛，差一点嘛就丢掉。你讲惊上少嘛，真爱。老子今朝要你吹用我乖。一定爱他几只会生。安尼，好，啊，一定要他几安尼啊。哦哟 ，It's good。老公啊，你乖乖困哈。好。阿玲，你都爱卡擦豆汤。哦，我爱卡擦汤啊，哈，我就爱。阿玲，今摆已经挂掉了。阿玲，是我。你知影我困伫遮内底是我挂的了。阿玲，甲我换起。好，今摆要安怎？什么代志啦，哥哥？又个有什么代志？哎呦，阿玲，你嘛放假弄咧？哎呦，阿玲，我扶袂起。哎呦。啊，那安尼啦，阿玲太，你个身躯是安怎？因为是个全自动，阿咪安尼了，咪安。两鬼已经害去。阿玲。啊。我阁有一个上尾的要求，你一定要教我倒一个才会使走。老公，你的要求未免太多了。拜托姐，我知影我的身体这么虚啊。嗯。恐惊讲恐惊无过来你头我。拜托姐，爱阁予阮张家传宗接代。嘿。阁生一个着，阁生一个着。不要叫我。阁生一个着，阿玲。要叫我家己滚！哦，我这走你吵到冻袂掉，这先不如和你死较袂，等下吵你干。你别吵啥？你别吵！我你死较袂，我惊死！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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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哎！哎呀！是啊！哎！小命嘞，甲收回收几工？你那心肝这凶啦？不是我凶，因为我已经受不了啦！几工就是阿玲阿玲。我规日家去无死，较袂好吵死，我惊死。啊，伊带起来，你就会较轻松啊，吼。我从今以后我无人吵，我就自由啦。昨暝一点，阮心比轻声细细，伊讲我今生是一段体格，别人的身材可比中国小姐，因不得我妈讲出心来。三暝二点，阮身边轻声细细，你讲你上爱欣赏我的体格，你看的身体，甲你上爱四月，一句话害我心内目丝丝戆戆，说开开开心花。实在真歹势，完全是误会，是你无听详细。阿玲啊！阿玲，那个我个！啊！
死啊！你